到你。哇，很开心你来我这么重要的日子。对啊，在等一个人咖啡里面，我们没有机会可以在一起，但今天可以在一起了。希望我等一下走得出小巨蛋，因为跟女神一起合唱，这真的是梦想成真。非常谢谢李昂你能够来到我这个舞台，30周年，非常开心能够有这么年轻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这个旅程，谢谢他。OK， 其实真的很开心，真的非常荣幸能够自己有机会参与《等一个人咖啡》这部电影的演出，真的要谢谢九把刀，还有谢谢彩者，应该在现场，还有 Adam 都在现场，谢谢你们每一位台前幕后，还有咖啡的朋友都在那里，在那边，都好像我们的 crew 都在，真的，对对对，真的很谢谢你们每一位台前幕后的朋友对我的照顾，让我在这9天在台湾拍戏。非常自在，让我可以非常享受，可以回到演员的岗位工作。其实真的非常感动，因为等一个人咖啡也算是我的出道作品嘛。嗯，对。然后那时候第一部，然后那时候留下的回忆，不管是拍摄的过程，然后跟你相处，然后以及在宣传的时候我们的相处，还有就是你，我知道你就是特别对我特别好，因为你知道我有。音乐的梦想，然后就帮我介绍朋友，然后带着我，希望我可以成功的圆我的音乐梦。谢谢你。哦，不用客气。可是我真的在看第一天看李昂演出演戏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这位新演员是非常有潜质。然后跟他聊天发觉原来你在外国念书的时候有玩音乐。也有写歌，然后我一直都觉得他声音非常特别，很厚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会唱歌，后来就发觉原来他唱歌是非常有味道，所以就当你这一次能够当我的嘉宾我当然很开心，也立刻想到一首歌曲，我很希望可以跟你一起唱的，就是一首英文歌曲，好不好？好，希望你们都喜欢我们的版本的Sometimes when we touch. Thank you.